来哦，那个方向机帮谱有异音哦，听同学的话去找了那个68番的液压油，把它加进去之后，哦，啊前半段目前是还热车的时候，也是慢慢没有声音，但是速度变很慢哦。啊不呀，后边已经隔天了，我们来验收一下吧。我是觉应该是输的啦，就是这罐来要开奖啊哦，因为它哦。现在浓度已经完全里面混合哦啊，之后已经冷车的状态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哦，它到底有没有气泡？因为我这么个看是迄啥，它里面的方向机油帮浦的前面的轴心哦已经有磨损，没关系，无救了。另外油通通无，先擦一下吧。哦，非常的油腻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它有气泡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。这么教官开开里面的油，现在是应该是不多的哦。意外感觉，还好呢。呵，啊，这啥小？哦，就是这边呢、啊，这边在漏。呵，来，发动了哦。到底会不会成功？一度发的时阵嘛是无声啦，啊，但是发起来时泡泡就走出来，注意啊！你看，没声音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去看一下吧。注意啊！注意！我你看开始啪那种声音出来了，好了，还是滚啊！注意啊！哎呦，找到变细声哦！找到变细声哦！小可赢呢！你看伊空气走出来无？嘛是输了。啊，但是这吼、哦、变成那个油比较浓吼、哦，一变足久的时候，你才会无声，马上修理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来做个总结，你那是方向机油的迄个啥帮浦无？它已经挂掉了，你再怎么换，基本上是无救，因为已经输空气了。哦，这里是白龙雪哦，迄个啥？用我的车实测给大家看哦，啊谢谢啊，感谢同学们给建议，但是我就是一样哦，实验精神，谢谢，欢迎订阅收看，拜拜。